哎呀，做的嘞，天使踢英雄。我说的戴隐然作死。哦，他叫什么？他叫……等会儿啊，我找一下。找一下，不是我说的呀，他叫不中奖，我只能改名了。不中奖，我只能改名了。这样，兄弟，我们俩来一把。如果我这把上路不上，你来个飞劫，行不行？行不行？行不行？真不我说的，我从来不点评英雄联盟这种线上英雄，我都不懂，我怎么可能说得出这个话？你傻瓜吗？你是？炸了呢，炸了就炸了呗，谁还不能炸一炸呢？你能保证肯定不炸吗？我不能。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这把要锤死典狱长，感觉一级团可以有操作。对面那个独斗罗要过来了。我操，这能控啊，大哥！一级团不好打吧？勾一个呀，他锤死！哎，他的掉下锅要好了，他的掉下锅要好，可以上，可以上。独斗罗能杀了。有勾吗？我给他减速。减速打的。哎，这锤师，跟我们一起把这个勾了就有了。潮汐海陵已闪现，懂吗？他将在五分钟的六分钟的时候有闪现啊！潮汐海陵给你个讯息，明白了。天使现在主 Q 还是主 E 呀？这是干嘛呀？他也在你们上路啊？哦，在上路呢。他三级还他也没打红。我操，想单杀我，哎呦啊，他没闪，你给我杀了。他没闪，他没闪，在这里，在这里，在这里，快快快快快快，技能全交了。光明重现。 Nice 现我就不动了。起一个名真你妈费劲的，钻石反三儿，谢谢。他打红 buff 去了，那个大爷他就打红去了。只要活得够久，一切谎言都会化作尘土。谢了。这不我帮不到你大哥。谢谢真正的前男友，谢谢。真猛啊你哥！正义绝不妥协。
让我给你修修脚。星辰间的国度在召唤我。一个小偷，一个杀人犯，和一个他们打野可能要去下面了。面前没了。哦，好的。他们打野在上半野区啊，大哥。嗯，没问题。我，他不搁这儿呢。Shut down。魔高一尺，道高一丈。让火焰喷腾吧。针对我，没事，我也在。他干啥呀？这什么有精神病啊？ An enemy has been slain。没事，你那眼儿其实敞不敞都行。我不是，我帮你插了，我直接去抓他，我拿他石头人去了。OK， 没问题。我在他家，我在他家野区画正方形，别急。他这波抓你上路抓不到他，没事，看他回家了。我不惧怕生活，好话。小鱼人和上单要过来抓我了，我走了。真的，老丈人，你都不信。通往光明的道路。我这波画完就六了。只有罪人才会牵挂过往，忏悔才有未来。哪去了这黑哥？真没给他抓死。操！我特意一直没交易，我就等着他。难道没思路？你也不看看他打的是啥啥人？打他们我还用怕他们越塔？他们能想到越塔吗？雷不到，我那个 Q 是因为升级了远才能够刮到他。你他妈有点狂啊！你咋那么狂？你咋那么狂？你咋那么狂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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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么狂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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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么狂。哎呦我操！给你狂完了狂。你要干啥呀？你是不是有毛病？你妈，我他妈给你治治！我操你哥了！对不起。他怎么生了呢？他这个盾太厚了吧？我压他的，怎么这么厚的盾啊？那一下给我整晕了。
不了了，走吧。删的很及时啊，只能说。没事啊，没事啊，大哥，这把交给我就行了。好，交给你。我当净化此地，必要的话，烧尽一切。打野上路，打野上路，大哥，啊、有大吗？救救！有大吗？有大吗？我在路上，我在路上。有，他有大。你要有，你要憋个大。哎，没事，我换的。黑哥技能放的有点准啊。他那个风。居然能给我抬了，我只能帮你在我你没有 TP， 没事，我吃了。Shut down。你跟他博弈一会儿，你打他一套，没有大吗？直接跳就打，这地方好像容易撞墙。我就说啥呢，这个地形不熟，地形不熟，这不像吃鸡，我地图背的可熟了，那我就上来拿一套不就行了吗？打下强者就此败露。不是，我地图真不熟，我手咋可能啊，我玩玩就这种节目效果。哎，这里有个人要来，蓝刀锋来他也没用，他也没有大招，放弃抵抗我就不会让你痛苦。他来有什么用？还有个小玉要过来，大哥救救救救刀锋啊。是真烦人，这刀锋，刀锋他妈十分钟来拔他，操！守个塔吧，守，得守得守。塔下可以打他，他有日炎，你知道吧？哎，在塔下的话可以打他。大哥，我全都站在上面了，知道。我也没吃几个冰，吃了好几个。好吃。这炮车给你留着，大哥，你来吧。OK， 没问题。还有他的决心。下路吵起来了，这把大逆局。完了，完了，完了，全完了，全完了，也给人偷完了，我送你。想拿我上2000块，能让我回个家吗？我有龙种，回家快点。没吃到塔皮。光明重现。
那我只能来一个扫描了。大哥，中路。中路。都是钱。哦。他们打小龙，你觉得我们俩能打不？能，等我把这边线清掉。啊，这回能打，来来来来来。哎，刀锋在你那儿啊？往我这走来，往我这走，往我这走，能走吗？我有放，没用啊这。那小雨人一滴血。可以打，可以打，我有大，我有大，你别怕，你别怕，你来。我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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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来。Nice， 小龙来了来了来了，只有一手香薰。我得拉一下刚才那个时候，我想边缘 OP 一下。可以拉，但我没存。但是我有 R， 你有大吗？我有大。OK OK OK。哇，升了！我也升了。你也升了吗？我也升了，我也升了，我十一。哎，别说了，直接升。熬着要来了。可以打。就杀没杀吧？你说那俩人，我杀没杀吧？他妈挺烦人的，我操！坏了，被终结了。坏了，给终结了。对面的列娜塔是 AP 的吗？怎么一个 Q 打了我能有三百多滴血啊？不过没事，他俩大没有了，可以接受。哎呦我操！打败我！正义不死！卖了。有吸血卖一个，谢谢婉拒王拉奇99次的水晶大火箭，谢谢。我必会净化世上的邪恶，以正义的烈火。我要找那个，我要找那个南刀锋，但我刚没看地图，我不知道南刀锋去哪了，开个扫扫他一下。刀锋长这么多人，有点低啊！他在干什么啊？他平时伤害不太高。带我脱离凡间的沉沦。你怎么跑？我操！尽情享受你的救赎。妈有闪！急不及时，好大，及时大哥，哎，哎，靠，还是锤石杀的呀，我好难受。啊，我直接撤好了，我还在旁边看看看看，你看什么嘛？那他妈是你能看的东西吗？你在那看？邪恶惧怕烈焰，这老鼠又给他吃啥呀？我操！他伤害还挺高，他带个暗爪，你说？哎呀哇！我都不知道哪来的人头，他哐哐一顿收人头，补刀也哐哐往上追，他也都没打塔，来不及了，先锋。很离谱，兄弟们！我操 ！W 没打着，光一个 Q 接个 R 接个老破，怎么暗爪的给我秒了？我操！我的 Q 城被他在中途拿掉了。这个位置怎么打起来的？
线儿可能得靠你走。这一塔守不住，别急，我还没十六呢。嗯，什么玩意儿？一手恐惧啊？为什么会有技能会有恐惧啊，大哥？没有恐惧技能啊，是不是练大塔大招啊？他们可能……那为什么我冲过去杀那个老鼠，我的突然掉头了？啊，不是恐惧，练大塔大招可以攻击自己队友。哎呀，你攻击自己队友了！不想打这不。别打了，人都不在，走吧。小龙拿了吧，小龙可以拿。小龙我出来应该能拿。伤害真低呀、啊。又一个头，要给到男刀锋了。小龙快！打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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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。谢谢蓝莲汉，你练练再说吧，他钻石粉丝，谢谢，走。要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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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走。星辰间的国度在召唤我。两件半看一看。他们的言行应该放在星辰的天平上称量。我们其实不急啊、哦。不急不急不急。我们其实不急，他们只要推不进来就其实就不用打。差两级，稍微等我一会。哦，真刺激！他们死了一个打野，可以守个中。我再喝阿姨。再不行，二塔给他也行。我回来了，我回来了，有机会吗？哦，你不在。有没有机会？其实都，他们只要不推高地，只要推不掉，都有机会。罢了，我不去了，我直接上高地。我操，杀不掉！高地换高地，我们不亏啊！杀不掉啊！他直接往那边靠了一下，我对他没办法。我出个这个。我想进去把那个列娜塔先切了，等一个分割，但是割不开这队人。他们要推我们大门牙。抓住维恩怎么说？应该能打死一个。那得走了，那得走了。老鼠要把他杀了。十五秒，这得不一样。别进来，别进来，进来翻脸啊！飞不死。好肉！哎，这回伤害高点啊！然后切老鼠切不到那猎大，等我一手猫的。小鱼人能跑，我切谁去？我只能等。赎罪的烈火已将我洗礼。我绕后视去切老鼠，那个位置切不到。你看了吗？那位置，你告诉我怎么能隐身进去？当你们四打五，怎么的也打不过。别急，我差一点十六，别急，能不能别急？稍微等我一波。我没急，我没急，我没急。我感觉你们有点急。对，等一会儿吧。等我一下。奥利维阴了一下。
永恒燃烧的羽翼，带我脱离凡间的沉沦。再见，守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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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得回家守塔。我的剑身不可动摇。他们输了。有人带输出了。他们这波打成这样，其实就已经输了，马上游戏就结束。七百，你拆吧。换了。来了，冲！你十六级能怎么样，大哥？十六级怎么样？基地直接爆炸，怎么样 ？OK， 差不多了吧？怎么样？交给你了，让你看看啊！让你看看这625攻击距离的天使是什么东西。这个龙，我前面拿三条，可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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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要要要要。坏了，我不在啊，我死了。哎，这边有个那个，完了，我死了。兄弟们，没有蓄气环境，说实话，这波没环境。别急别急，我还没死。亏，我还没死，我还没死。他伤害有点高，我操！不行啊，没有冰杖不行事啊，不太行事儿。没事没事，得要一手冰杖啊。别急，我死早了。别急，别急，别急，别急。这黑哥他妈的有点肉。别急，这波有问题，我忘了这个列纳塔了。他妈这个列纳塔有点翻译啊，等着我带一手净化了。去不去不去，看把大龙拿。正义不死。去不了，我去了死了，要炸了。我把网页关一下。我也是。只会吞没无用之人。差点钱呢，差了一石头人。别急，别急，别急，可以往家里打。等我回趟家，我们就开始打架。OK OK， 我就上了直播经验，我看能不能到十六级。OK， 你差多少啊？我差一点点。可以吧？怎么的？我们俩刺客，他们护的太好，那个老鼠。我早就去把那老鼠秒了。老鼠在这。火焰之力。还得在后面点打。感觉攻速还是有点低。他们要拆下路二塔。应该是得给。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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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。这个是什么？我进不去啊，大哥。他这波进去，我进不去，帮倒忙。
没有环境啊，我操！啊，没切掉人，失误。小鱼他妈开了个E走了，被大佛走。没事儿。哎，有事儿。哎，我操！不能这么冲啊！没切到人，进不去，正面根本进不去。不是看戏，那不能把技能全吃了吧？这。哎，想进去切那个没切了，他妈四个人护着那个老鼠，就只能切个鱼人。一过去切那个鱼人，那鱼人二段一回去了，妈回头那三个战士直接回头来保我，我真服了。没事，